这里是你的 live boy，中国原始摄影联盟的桂林莫忧松。现在我用的是360L，Instant360L 做一个视频。总体来说，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个人感觉，拼接的还是蛮好的。这里就是我拍银河的地方，在那个上面柱子上。